妈咪，我考到好成绩。哇，真棒！你想要吃什么呢？我煮给你吃。我要吃榴莲。好的，我叫爸爸买。我要吃北京烤鸭、蟹黄鱼翅和冰糖燕窝。哇，你胃口大不小。还有，我还要清蒸龙虾、瑞士巧克力、法国蜗牛。得寸进尺的家伙，我才不理你。妈咪，得寸进尺，比喻贪心不足，有了小的又要大的。快攻到龙门了，看我的飞毛腿射门。哇，耶，球进了。勾就勾嘛，干嘛要脱衣服呢？你懂什么？这叫得意忘形吗？得意忘形，形容高兴的失去了常态。哇，是藏宝图。哇，成语按图索骥，比喻做事拘泥于惩罚，不会灵活变通。现在也只按照线索去寻找人或事物。狗狗，狗狗，我今天上课学课学到很多知识。第一，我知道了青蛙其实是两栖动物。第二，我学到了叶子原来是用气孔来呼吸。第三，我也学会了对牛弹琴，比喻对不懂的人讲道理，或对外行人讲内行话。那有个蜜蜂窝，让我拿石头去丢它。千万不可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蜜蜂要是受到攻击，就会飞出来叮死人的。你都说蜜蜂只会叮死人，我们是活人，怕什么？颠倒黑白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说成黑的，比喻歪曲事实，混淆是非。